们最初在用乐百的胶机之前，也有想过用别的品牌的胶机，但是说出现很多问题，后来就硬找资料找到了乐百的这个品牌，找到这个乐百的胶机开始试用，用起来也非常不错，就是一个质量比较稳定。在我们运用上面，从低速到高速的出胶量很稳定，不会变大小。我们的设备上都会每一台都会装那个乐百的这个喷胶系统。我们使用乐百的胶漆有五年，乐百的服务做得非常好。哎，就是我们温州这边啊，它本身就有一个服务的点，有乐百的在全世界各地有好多个点，比如我们设备卖到世界各地啊，就是那边直接乐百的才可以在那边。对终端客户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稳定性，还有它那个质量、安全系数。一个是它的品牌还也能提升我们的品牌，所以我们现在公司是指定乐百。Ruizhi has been Robatech customer for 5 years. 70% of their machines are for export. Ruizhi equips 100% of their paper bag machines with Robatech. This 品贴充带的机器以前使用的是齿轮棒主机加两把刮枪。它的缺点就是刮枪刮胶达不到产品的粘接牢度要求。乐百的现在给客户提供理想型活塞棒5公斤主机加两把 X 线枪，喷线胶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纸带的粘接牢度，而且不会产生溢胶，速度也提高了 50%。 乐百的提供7天24小时服务，解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。